吃到饭了，吃到饭了。我真的，我刚刚吃到饭了哈。哎，乖。郭小军。哎。你在家里长啥子啊？黄牛。黄牛吗？啊。你今年好大了？13岁了。13岁哈。啊。在读书没呀？在读啊。读几年级啊？5年级。哦，你咋个一个人出来放牛的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死的了。死的了吗？啊。那你现在跟哪个在一起生活的？婆婆。跟婆婆。啊。那你挖那么多地干啥子的？垫石子的。垫石子的吗？啊。哦，平时挖地那些都是你个人来挖吗？是啊。哦，你婆婆不住吗？啊，不住。她是哪边的啊？啊，她有个人，她在种。哦。她给人土豆，她摘土豆。哦，啊，你还摘的土豆那些吗？你看样都摘的了。你长大有没得想做的啥子的？还挖地。哦，想挖地吗？还要除草。哦，长大以后想当农民是吧？那是啊。哦，那你咱们挖嘛哈。我地挖完那么地了。要得要得，加油。哦，这儿就是你住的房子吗？哦，那走嘛走嘛，我们回去看婆婆哈。土房子哈，那我们回去看婆婆哈。走嘛走嘛。嗯，要得。扫地那些是你在做吗？是啊。哦，不好的。哦，听那个孙子说你腰杆痛了。不能腰嘛，就是腰杆这些伤痛的，不能反正看一看嘛，摸都摸不着了这一双。那你嘛，你就摸起做轱辘了嘛？轱辘咋快呀，儿子？在屋里看到的那个那个那个子箱子，你的猪肉你不给我带了，我你带不吃，不然你就变猪生气，猪生气。哦。嗯，我家那边招不上去那些。招不上去。这需要担当的。这个你负责干嘛？主持家会。你把气大一点。我不要，我吃了饭了，小子，给伯伯吃。吃了饭了。我真的，我刚刚吃了饭了哈，伯伯。我吃到了，你吃嘛，伯伯。要得，好，咱们吃嘛，伯伯。好吃好儿子。婆婆。哎，今天我过来哈，也没给你买东西，这边有几百块钱，你不拿到钱哈？你还有娃娃，要有妈妈。哦，没事，拿到钱，婆婆。我不要儿子，你好儿子，你穿上你这儿，你娃娃，你妈妈。没事。那要不得啊！拿到哈，婆婆哈。哦。那我们再见了哈，再见了，拜拜了哈。哦。拜拜。